他就在上面那间屋子。这藏得也太深了。大炮，你把他看住，让我上去看一下。放心吧，辉哥，这小子在我手上，亮他也不敢乱动。哦，是是是，放心，我还受了重伤，就算想跑也跑不了了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不跑不跑。那就让我去会会这个首领。嘿，哼，还是图阳图森跑，瞧好吧你。炮哥，你看有飞碟。啊，忽悠，接着忽悠。我的天，以为是个傻大粗，没想到变聪明了。算了，我还是直接溜吧。他对这里了如指掌，想要逃走的方法也有很多，咱们还是赶紧看看这雷达站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线索。知道了，辉哥。哇，没想到这水下还有这么多房间，如果用来做暗格储藏物资该多好，只可惜这些技术都落入了坏人的手里。哎，辉哥快来呀，我在这里发现了一封信。信？让我看看，这是首领留下来的。